我们又没有学过英文，又没有学好那个拼音，就无法做手的哟，没有法噻。那我一天都在那个哦，就用筷子都拿个嘴巴含一根筷子哦，都来剁剁剁剁，怎么都剁不出来个。点一个字母，又去看一下那个视频哇，视频上点一下一看一下，就那个慢慢的去看，那个才把搞过来，慢慢的学完。把我的牙齿喊的，喊的还牙齿咬的酸酸的啊。国家虽然给我给低保，不给我取消，我自己要去取消。我在那时候叫脱贫，走上个小康自之路的，反正在极大的困难极难，只要你坚持下去了，只要有努力的往上攀，我们终归还是要攀上最高峰去。